来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嘿嘿，下来了。这边的停车场真的是没有地方可以停车了。昨天晚上，就算你是12点钟来的时候也是一样。我现在又也不想走到那里啊。他在这边是接驳车的地方。哦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个位置。大山接驳，你好，你好，那边是方便屋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想走过去了，好远啊。我不知道，这人家太晚。第一次来这边爬的哦，这是南湖大山啊。哎，对，好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你爬完了？对，我爬完了。哦，你爬哪里？我没有爬南湖大山，我只有爬那个加那个什么什么加屯山而已。哦，对。我以为这边怎么车子这么多？这边他们都知道爬南湖的啊。好。对啊，只是南湖对我来说太远了。对，啊，你当天来回啊？没有，我是来探勘的啦。哦，好，我下次再来爬南湖大山，时间久一点。哦，对对对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这一天其实连边都摸不到。我是真的厉害，我是第一次来爬的。你之前有爬过其他的山吗？有。那就 OK 啦。拜拜。